各位同学好，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讲过了主语、宾语、表语的四种变化，然后呢大家会发现，当我们学习过了这四种变化之后，真正在考场当中能够帮助我们大家辨认主语、宾语、表语的，其实还有一个核心的要素，就是什么呢？谓语动词。为什么要注意谓语动词呢？原因在于，虽然我们知道了主语、宾语、表语的各种变化，但是呢，由于主语、宾语、表语它变化的形式比较多，有的时候呢，整个成分又比较长，所以说呢，不管是变化的多样性以及难度上来讲呢，都不太好直接的去判断主语、宾语、表语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需要仰仗谓语动词的帮助。那为什么要找寻谓语动词呢？原因就在于，只有找到了谓语动词，大家会发现它就相当于一个分界点。找到了谓语动词后，那么自然它前面的部分就是主语，对吧？当然倒装句除外，但倒装句比较少，所以它前面部分是主语呢，大家就可以去判断这个主语的部分是由什么样形式来充当的。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它有四种变化的形式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大家会发现找到了谓语动词之后呢，你可以判断一下它是系动词呢还是及物动词呢。如果要是系动词，那么后面就是表语；如果要是及物动词，那么就是宾语。所以大家会发现，只要能够准确的确定了谓语动词，那么就可以根据它来判断相应的主语、宾语、表语。所以呢，大家记住，如果想找到主宾表，不仅要知道它的变化形式，同时还要仰仗谓语动词，以它为分界点。因为我们既知道它的变化了，又能够把它准确的定位了，这样就能够帮助大家进一步的看懂复杂的句子。比如说大家看这句话，来自于2013年的阅读题，大家会发现乍一看这句话呢，大家会觉得诶，好像貌似每个单词都认识，但仔细研究呢稍微有点绕。咱们一起来看一下， Accommodating this new world of people in motion will require new attitudes on both sides of the immigration battle。 在这里大家会发现，整个句子看完之后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大家可能映入脑海之后第一印象就是谁呢？就是 doing， 对吧？那 doing 后面呢没了，所以大家会发现看句子不能这样子，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说过，任何一个句子都要先去定位谓语动词，也就是说大家在这句话当中首先应该找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词 require。 大家找到了 require 之后呢，这个时候就已经定位了谓语动词了。那谓语动词找到了之后，那自然它前面的就是什么呀？哎，对头，前面的就是主语的部分，也就是这个 accommodating。 accommodating 表示什么呢？适应。 doing 做主语，但是我们说过了， doing 做主语呢并不一定只有一个词儿，它如果是及物动词，后面是不是还可以接上宾语啊？适应谁呢？适应 this new world， 适应这个新的世界。然后呢，哎，什么样的人的世界呢？后面又加了介词短语表示补充的信息， of people in motion，就是处于移动当中的人们，也就是说所谓的什么呀？移民。因为2013年这篇文章当中讲的就是移民的事儿，所以说呢在这里就说了，到底是什么将会要求，主语是什么呢？就是适应这个移民组成的新世界。将会要求什么呢？及物动词找到了，哎，咱们就知道了后面肯定得接宾语。要求什么呢？咱们看后面的就是宾语的部分， new attitudes 在这里是名词词组来做宾语的部分，新的态度。那什么新的态度呢？后面又加上了介词短语表示进一步的修饰补充，就是 on both sides of the immigration battle， 在这个移民的这个争斗当中，哎，需要有新的态度在两个方面。所以整个句子呢我们就理清楚结构了，很简单，整个句子就是一个标准的主谓宾结构，就是什么将会要求什么，主语呢就是适应这个移民组成的新世界，将会要求什么呢？将会要求在移民的这个争论当中出现新的态度，在两个方面，可以了吧？啊，所以各位同学会发现，我们不光要知道主宾表语的四种变化，名词代词 doing、to do 和并列多个，这些都可以做主宾表。同时，大家也要知道，真正在考场当中能够帮助我们大家的是什么呢？光知道他们的变化还不行，还一定要准确地找到谓语动词，因为只有依靠它才能够帮助大家辨别复杂的、多变的、长度比较诡异的或者比较难度大一点的这个主宾表语。好了，非常感谢各位同学耐心聆听，关于详细的内容呢，大家可以回顾我们之前讲过的习题。